他喷我挺痛的，说句实话。他妈喷！你喷你妈！你再喷！我们都是群狼。这能不兑现了，摆烂了。他能不兑现吗？王权的又一个象征。我怕我单打，我怕我队友心太大了。我这把如果换成平时的话，我肯定是破金者的，因为根本就守不了我，你知道不？没一个人挡得住我的，这不管是这个火男还是这个龙王。哎，我该单带的，我有点后悔不走单带路线了，不该鸟他了。算了，要不我还是单带吧。
那这个冰上的腊梅也得死。但是他不怎么扣字，真正的英雄以君王的骨血为食。他怎么搞了个大影魔刀啊？跟着妮蔻不就好了吗？这看你，这看你有点不太会玩啊，感觉。抓你妈！放峡谷啊！啊，这凯隐玩的真的好呆呀，怎么这人这么呆呀？那么菜呀，这个逼跟老头一样菜。每个人都有选择，闪现进那一圈可还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哎呦，失误了，我操！我不会妄想自己这个为人之辈。你摸了。